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这一段活佛的量，后量缘，大信是有法，和合为宗，因缘同一变化故，亦如火轮不息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若而这真如体非不变，那真如之体就会变成有所变化。他这个量不是他自己的，是人家现成的啊，文体稍稍变化而已。用这个三支笔量解释的正脉，如水成冰，冰排成水的以后，它有总量，有量，那么这个执掌，就是刚才的两种别量，他抄的这个文字啊，差不多是执掌跟这个灌顶书的，灌顶书也有量。而且灌顶书还繁衍到四种量，正面反面都有，更多，弄得简直是头昏脑胀。他这个根治执掌书的量大致差不多，执掌书就写大信是有法，不以诸大杂合为宗，他是把因跟宗啊混合起来了，因缘体会合合故。同意如虚空不活诸色，大性不而故为非量，这是执掌的量，第二个量他说大性是有法，同意变化等为宗，因缘由合合异故，同意如宣火论未有休息，大性不而亦为非量，这是可以说根据执掌书里面的量把它抄下来加以解释。所以你说研究经论看注解，不看不迷糊，越看越迷糊啊，比无礼物还要厚，还不如看看禅宗啊宗门下的解释呢，楞严中通啊，这个曾凤仪的楞严中通，他是用禅宗的这个方式去解释，他对于这个四大，他就引证这个临济义贤禅师的话说，他有人问临济禅师，那么临济就答复说：“你一念心已呀，被地爱；你心有怀疑佛法，你就被地所爱；你一念心爱，被水溺；你心动一念爱心。”动念世间，无论你什么爱啊，动念爱心，那你就被爱水所飘溺。你一念心嗔，嗔恨心发脾气，你一念心嗔被火烧，你就被这个火大来烧你了啊。你一念心喜被风飙，生一念欢喜心就被风吹走了，把风吹不动嘛，你就被风吹走了。还不如看看这个，还比较还蛮有意思的啊。那么这个我们研究起来应当怎么说啊？应当怎么说？看看经文应当怎么说啊？因为阿难的问题呀，他是说，佛平常就这样说嘛，世尊啊，你平常不是这样说吗？如来常说活佛因缘，一切法因缘和合才有发生一切世间的种种变化，这个世间一切种种变化四大和合由四大和合发明的，佛不是这样说吗？那么这是阿难的疑问，既然种种都是四大和合，那现在为什么说都非因缘？非因缘的原理在哪里呀？佛的答复是说，阿难啊，若彼大乘体会和合，这不能与诸大杂合，
犹如虚空不活诸色。这是说你指定一定是活佛也不对，你指定一定是非佛佛，非佛佛完全不能活佛也不对。现在这里是先说你执着这个四大的体性，它的实体是不能活活的，啊，这个不能跟这个，例如说地水火风，每一个都有它的实体，它这个实体不能跟任何的其他的大活活，例如地不能跟水活活，地不能跟火活活，地不能跟风活活，是这么是这样子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像虚空不活诸色。哎，经文的意思注意听啊，这是正义，前面的是人家注解里面说的话，我们懂不懂另外一回事。正义是这样，你认为一定是不是活活的话，非活活嘛，明明经文说是非活活，如果是四大的体它不能够活活啊，四大体不能活活的话，这就是每一大跟每一大彼此不能混杂活活，彼此不能混杂活活。如果真的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就好像虚空不活诸色，那就好像虚空不活诸色。意思是说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本性，它的本性如果不能活活，那就好像虚空不活诸色，虚空不能跟任何色活活。那你说的不活不活活的道理跟这个虚空不活诸色就是一样，这说明不活活不对啊，它不是完全不活活。如果你说它是活活吗？哎，四大可以活活的，现在不是我们眼睛显明的看到地跟水不是可以活活吗？啊，水干到地还不是地吗？水跟火也可以活活啊，火一煮它，它就是热，变成热水而已啦，水还是水耶，并没有变成火啊。那么既然他们实际上他们是能够活活的，若活活着同一变化，那就变成可以变化啦，水跟泥水跟土活活，地活活就变成泥巴，水跟火活活，水火同源，跑到罐子里去了啊。那么像这些都可以变化，从始至终彼此互相成就，世间法不是这样子吗？地水火风彼此互相活活，互相成就，没有风可以吗？没有风不行啊，实际上这个虚空之中就有风的啊，所以叫做虚空吗？不是虚通怎么会有风啊？那么他们是一向就这样生灭相续啊，没有停止，生灭相续指一貌没有错啊，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，沧海桑田，桑田沧海，一向就是如此生生灭灭，这个没有错啊。世界成住坏空，万物生住一灭，都是生生灭灭不停。人生嘛，人生小四大，这个人生我们这个身体不是有四大吗？骨头肉有质的通通是地大啊，湿气水分通通是水大，热量是火大啊，呼吸动转是风大。我们这个人生有四大啊，四大因缘成了生啊，缘尽了灭啊，就死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再生，那么由此生而又生，死而又死，没有停止，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连贯下去啊。由此之故如旋火轮，好像火轮在转个不停，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停，一报生灭相续没有停止，正报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也是没有停止。这个情况就好像水碰到冷的时候变冰，冰碰到热的时候它又变成水。古的往往把这个冰跟水拿来做十法界的数论的比方，不对的，
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佛成佛以后还会做众生，为什么？他是这样子比的，实性比真如的本体，真如体，真体是就是那个实性，水比清净的法界比佛界，冰比九法界，啊，那么融开的时候就变成水成佛了，碰到冷的时候就变成众生九法界了，变冰了。那么这样子，有的时候会变成佛，有的时候变成九法界，甚至地狱恶鬼畜生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，那就变成佛会将来再成众生，是个大笑话，不是这样子啊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古人没有想通到这一点啊，也不是说我们比他聪明，而是实际上他是比较啊，被其他的经论所说的冰水的比方啊，给他固定了，给他固定了，没有分开来。因为其他的经里面往往把水呀、比作清净的本性啊，所以因此之故发生这种的情况。那么这个话应当怎么说呢？特别特别注意，这个跟前面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连起来的啊，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跟七大它是连起来说明的，它不是在说十法界的离，不是在说十法界怎么样是断烦恼，怎么样是了生死，不是说这个。他说什么呢？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但是因缘和合啊，所以有生。因缘和合的生，生生灭灭，因缘和合的生，就是前面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。前面第二卷啊，第二卷之末啊，刚刚要开始讲五蕴的时候，有个总义吗？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，如是乃至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啊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有没有这个文字啊？第二卷因缘别离就希望明灭啊，这里是说，注意啊，前面到十八界是说明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接下去的七大是说明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里面不离七大啊，而他灭的时候回到他的原来的本位，就是如此。哎，刚才说的啊，就是在第二卷呢、我恐怕念错，我把原文拿出来对照啊。第二卷要讲五蕴之前，它有个总义，那么就是涵盖一直到现在讲的七大。经文对阿难这样说：你又为名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是显这个幻化现象的情况，幻妄成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那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幻妄成相，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都是幻妄成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指他的性体就是真如自性，就是如来藏。那么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说非因缘非自然，那是什么？就是指的他的性体呀，就是妙觉明体，就是真如自性的当体啊，在我们凡夫就是如来藏。那么如是乃至五蕴六入十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。前面五蕴到十八界这四颗，现在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一切法，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。我们眼睛看到是实体，俨然有吗？这是希望的，
因为我们都在梦中还没有醒，所以认为有实。而以佛来看，通通都是虚妄的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佛是究竟觉悟的人，以佛来看是空空无大千，但是我们明明有六趣啊、嗯。因此前面的四颗是说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那些根尘世的名相就是希望有生啊、嗯。因缘别离希望泯灭，现在讲七大，七大就是说明因缘别离希望泯灭，这个要特别注意了，跟一切注解都不一样的说法啊、嗯。因为注解注到那边呢，他跟着文字走啊，忘掉回顾自己的卡宾呀、啊，脚尖一下他没有顾到，因为他的总题目在这边，这是总题目。那么为什么说四大呀？为什么说这个四大乃至七大？现在越欧兰的意思单说四大好了。这个依报正报的四大缘成生了，有这个山河大地，有我们这个人生。因缘尽了灭了，灭到哪里去啊？各归原位啊、嗯，各个回归他的本位。我们举这个正报的人生来说啦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哎，这个身体生下来了啊，父缘母缘自己也缘生下来，这几十年间有你过去的业力在这里，或受苦或受乐啊、嗯，现在又在造业。那么等到因缘尽了，你就是活到120岁、240岁，最后也要回到无常的境界。缘尽则灭，怎么灭啊？四大归元，四大归元，四大归元。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归元最先走的就是风大，鼻子没有风了，鼻子没有风，那是风大先归元，慢慢全身凉了，火大归元啊、嗯。那么水都流掉了，水大归元，剩下的骨头火一烧没了，通通归到地大，地大归元。因缘别离希望泯灭，这个灭是虚妄的，不要认真，不要以为真的有的是假的、哪一个有真的啊？这是假的，是所以说是希望泯灭。现在这个七大的文字啊，阿难问的，他不了解的地方，为什么说都不是因缘和合，都说不是吗？现在佛跟他说，七大有七大的本源，四大有四大的本性，等到他因缘尽的时候，回到他原来的本位，地就是地大，水是水大，火是火大，风是风大，各个有他的本体，他是自己没有实在的体性。地水火风自己没有实在体性，实在体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来藏性，离开如来藏性没有实体可得，所以生也虚妄，灭也虚妄。特别注意，生也虚妄，灭也虚妄，依报正报三三面面都是虚妄，哪一个是真？接下去经文说，孰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。我们这个生生灭灭来来去去都没有离开如来藏，就是真如自性。这个如来藏当地就是常住，就是妙明，就是不动，就是周圆。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八个字解释那个如来藏的这个实体啊，所以它叫做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，真如自性的真常体中啊，你也求他去来的这个实法没有，不可得，迷干悟也不可得啊。如果是众生的生死，生死在如来藏中也不可得，所以这通通都是了无所得。那么现在讲七大，就是讲这个因缘别离希望泯灭啊。因缘别离希望泯灭，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他不是在说
哦，轮回生死怎么受苦，怎么解脱，怎么断烦恼，怎么成佛道，这里不是还不是说那个道理，只是说因缘别离，希望绵灭，灭了七大四大，各个回归他的原位，他原位他自己也没有实际的体性，他的实性就是如来藏性。那么因此之故，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体是不变的，体是不变的，好像虚空不火诸色啊，地的坚信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地，地的坚信不会变，就像虚空不火诸色啊，但是它可以随缘的，随顺众生因缘呢，需要用地大的时候地大现前，需要用水大的时候水大现前，需要用火大的时候火大现前，需要用风大的时候风大现前，后边四大七大的经文啊，别用别显，一一都有详细分析啊。所以这一段经文，若彼大性体会火火，这不能以诸大杂火，犹如虚空不火诸色。假如这个四大的体性，它的体性不能火火，不是活活，非活活嘛，非活活就是不是活活，你认定它绝对不能活活的话，那就跟虚空一样啊、不活诸色，因为地是地，水是水啊，它不能活活，它不是坚定的完全不能活活，指它不活活也不对啊，所以那指它不活活，那就是指它的体呀、不会变，体是不变，它的相是可以随缘的，可以随缘，可以合合的，所以体相虚空不活诸色，啊，相就会随缘而加以应用变化，就是后边的这个损业发现。若活活者同一变化，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。相可以活活，它如果活活起来的话，它可以发生变化，啊，地跟水活活起来变成泥巴。水跟火合合起来变成热水，啊，那么这些四大，它各个都可以有活合的作用的，用可以活化活合，像是可以啊，把显出它的作用来是可以活合的，体是不变的，像是可以随缘的，啊，所以它有生灭，有相续，依报所有的地水火风，它有生灭，有相续，啊。所以这个世间山多高水就多高火也多高，这个道理呀、详细到第四卷弗罗诺问话那一段文就完全发挥出来了，这里只是先把七大它的体相啊、它的性质啊、那么众生的应用随现情况一一加以说明而已。那么如果是众生的人生呢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死随个人的过去的因缘，过去的因缘成就了，今生生到做人，结果果中再造因，又再造业，起或造业，那么这个业力成就了，将来再转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再生，不是死都刷，死被刷啊，死只是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，这一段的因缘尽了，他还灭，死就是灭，啊，因缘尽了他要灭，但是灭了不是没有啊，他的灵性还是存在的，啊，又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的过去所造的业因，成熟了，又去受生，生了又死，死过之后再生，所以叫做生死死生。生了会死，死了又后又再去受生，那么这样子生了又生，死了又死，生生死死没有停，无量劫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轮转不息的情况就是如旋火轮呐、众生的业力就是像如旋火轮一直在转，转个不停啊、没有休息过。
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-3858，5032-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、烟供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，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住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，佛说一切施，法施为最胜，人施行才施，行法施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，银行代号005，土地银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。转账后，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-8787，或 email lifetv.net@msa.hinet.net。服务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南无宝生妙华庄严如来，南无宝生妙华庄严如来，南无宝生妙华庄严如来，念诵一遍，能于十万劫具不可思议菩提心，乃至成就佛果，无所为缘。定然智慧之光，大起佛法强。